果你看这一整块看着就很舒服，有没有？你要的部位都在这里。是。你看那里面还粉粉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有多嫩啊？它真的嫩到不行。还有我们这个，这里的在地人最推的招牌肉羹汤。可是这个羹汤有去油解腻的感觉。对。因为它里面有加了那个姜泥，吃这个扣肉饭的时候，其实是在喝这个汤，他们两个是可以搭配在一起的。吃吃看我的肉皮。肉皮。它就是最上面的那一层嘛，对不对？它处理的多好，你看，哎，它筷子轻轻一夹哦，就断了。它没有动哦，整个胶质满满哎，完全不肥，嗯，清爽的。在骂谁？但是味道还有卤汁一样够。因为其实真的猪肉料理，其实在。比较真的搞缸，他们会炙烧，原因是因为猪的汗腺其实在皮下面。那如果说没有处理好的话，会很重。还有单只有吃这一块皮的话，会更重。所以它处理的非常好。然后你看，它整个上面表皮都很光滑的样子。所以那一层皮大概就是扣肉的外面的这一层吧。然后只是它没有这一层，就是肥肥的部分。没错。小小的一块，大大的功夫。但是价钱又实惠。对，这个真的在台北完全没看过。没有，不可能。高雄会有吗？高雄会没看过哎。高雄没有看过了。对，我第一次。哎呦，哎呦，看到，哎呦，好，必须说他真的非常厉害。哎呦，好，对，哎，那这个控肉饭啊，控肉饭啊，好不好？这边已经 VIP 等级的这个控肉饭啊，好不好？哦，你看这一整块看着就很舒服，有没有？你要的部位都在这里。而且老板故意挑肥的那个。啊？特别好吃。哦，那这怎么好意思啊？辣的呀！我敏感性牙齿，我很轻很轻的咬而已，它就下来了。而且这个肉，我才一转过来。它散开了，挥到一下而已呢。这已经卤到透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，卤到透，不是感情不好，而且，你看那里面还粉粉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有多嫩啊？它真的嫩到不行，看我用筷子这样子哦。哎呦哎呦，它直接分离了。哇，没想到。超嫩，这个真的是卤到有功夫了，因为必须要让它的那个瘦肉是不柴。然后在外面的这一层又是不油腻的，那才叫真的很厉害的控肉饭。哎，你看小一一咬，它那个瘦的跟肥的分开了。还有我们这个，这里的在地人最推的招牌肉羹汤。而且这个肉羹呢，刚刚呢老板端出来呢，画龙点睛，有一个秘密武器在上面。在哪里？就是这一块。不是蒜泥，它是 Johnny。而且这个羹汤通常啊，都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就是主食，因为味道也很重。可是这个羹汤有去油解腻的感觉。对，因为它里面有加了那个姜泥，吃这个扣肉饭的时候，其实是在喝这个汤，他们两个是可以搭配在一起的。嗯，而且这么一整碗满满的35碗。哦，35碗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对，我真的不知道老板在忙什么。没有，老板忙什么？是因为生意很好，你看在后面排队，你看一家大小排成这个样子，所以他之前不让我们排，可以理解吧？可以理解，真的太忙太忙。而且我觉得要加他的辣椒，他辣椒好好吃。哦，他的辣椒跟那个卤汁有好搭，卤汁超搭的。有没有他这个自己炒的这个豆豉辣椒？哎，这看起来雕崩棍吧棍这条超好吃的，跟卤汁融合100%。因为我觉得它卤汁已经就是好吃了，可是问题是你会觉得是比较想象的味道，想象到有酱油那种感觉，可是加这个辣椒之后有点辣辣的刺激你的味，所以我刚刚是看到这辣椒，我觉得这种是自己炒的，就是想说一定要来偷加一点。其实整片都没有介绍，但是对刚刚讲，我这碗饭真的很好吃。不新鲜，然后它里面不简单，姜丝、蒜头、葱段酱，可是它贝类不是单一品种。哇，它是汁汁的。哦，它是干的，它上面是干的。我们是很喜欢扇贝，可以了吧？7分钟了吧？好的。哇，我来看，你看，下次。哇，这么烫！哎呦，好香哦，前面的汤。香，简单的葱跟蒜嘛，你看真的是原味哦，好香哦。钱都输给那个什么鱼了。
女孩你好，你要抽他半分钟。我刚刚每次都有看这个，都来都开了都开了。啊，很漂亮！我光看这个就受不了了啦。最下面那个汤，来继续去，继续蒸哦。哦，照这个顺序排。那我们要开始吃了吗？可以吃了。好，来，哪一个先？我觉得先，是不是看到什么先？那就先到这个。人生第一口海鲜蒸笼。大头。啊，这要四段吃，不错。啊，真的不需要什么蘸酱，你就吃自然的甜味就好了。很鲜呢，因为它就是新鲜，然后它里面就简单，姜丝、蒜头、葱段这样，然后就那个热气，高汤的热气蒸熟之后，它就已经带有那个高汤的香味，它就原本的那个红布。贝类时间，哇！你是要贝类不是单一品种？哇！哎，你知道这是什么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好鲜，我这个超鲜的，不是轰隆隆超鲜的，大力的。哎，有这个哎！太足，女神，电汤，好久没吃到电汤了。好贵哦！脆，甜，鲜，虾时间，对，吃这种是蛮爽的，而且每一个都很好吃，很新鲜呐。哎，算不算甜？开始，我们还在录呢，录的太自然了吧？哎，这虾子这么大，而且刚刚真的在，还在录，还生气了。哦哦，我靠！我直接抽下，你看那个多新鲜，直接我一阵分离了。最后你剥下去，哇，那有点黏住的那种，这个就好滑溜了。哎呀，啊，哎呀，天，这切给你看到了没有？你不要切。这个太新鲜了，刚上桌之前它一直掉一掉。马上熟度重，它那个甜度跟那个弹性，真的是，它那个里面那个弹性真的很棒，躲在里面这样，就吃得出来新鲜程度，做不能只吃一只。哦，老板，等你，快点，受不了了。哎，这个刚刚本来进去看起来是葱而已，怎么下面这样？里面是什么？它是油皮的，它是猪吃的。哦，它是干的，它上面是干的。我们是红师班，各位三辈，红师傅啊，我们的汤也好了，哇！你像你们汤不能喝太多，我们马上拿起来煮桌子，我有点怕不痛了。这是我们招财芋头嘛，芋头他最爱的了，谢谢老板，好喜欢啊！生科吧，硬皮鹅啊！哎。这个老板做没了，哎，爽！我这个真的是好来了。好有好，这个三姊妹班制吧。你这个它味道可能刚刚好，所以你这样下去的时候，不会像你对一般一起啊，你就觉得太咸了。入式是刚好的。Oh my god！ 我跟你们这个一起啊，就是说汤的感觉。你感觉是，你这感觉是可以拿汤匙做这个汁，哎，不会过咸，好好喝，好好吃。